看，你看这边，看镜子，看镜子没有？嗯。啊啊！你看，你看镜子。我们来唱歌好不好？啊！我家门前有小河，后面有山坡，山坡上面野花朵，野花红似火。小河里有白鹅，鹅洗绿坡，洗了绿坡，鹅也快乐，昂头唱情歌。对，我家门前，哎，唱一条歌。雨公公好吗？我来讲雨公公，啊。雨公公好吗？雨公公有没有 monitor？ 有没有 monitor？ 这边吗？没有。哎，因为我们以前去站这个，站立桌的时候都有那个，哎，有一个旁边都有挂一个 monitor， 看那个血压跟心跳的啊。那雨那个挂手指头的那个也没有，挂手指头心跳的。哎。啊，对。来，雨公公，我来唱雨公公好冇？雨公公就提桶，面山满，上奔龙，奔龙乡来一个，哎，就是这种东西啊。哦，它是一次性的，是不是？它这个是就只能量血压，就是一次性的，对，量了一次就没有了。对。啊。那就不要量吗？来量量看嘛，量量看好了，量量看，不，现在，你是说完了以后再量？啊，就量，现在先量。我们平常是就是挂着，挂着，然后我去那个，这边没有那种那个机器。哦，这样，哦，因为你们不是医院的，对，哦，没有那个。我们在医院的时候，医院是那个物理治疗师他走来走去的嘛。有一台那个机器。我们去的时候他就给我们挂着，然后他就告诉我。因为那人比较多了，所以可以就是方便，就是这样比较容易。所以他就不必管啦、啊，那叫我们看，说你什么状况，如果什么状况，你再告诉我们这样。在阳明他们没有，但是他是一个夹着手指头的。哦，对，一般都是夹着手指头。对，然后那个是没有血压，但是看心跳。心跳。他叫我说，你看到过110的时候就告诉他，这样。没有。那、啊、这里你们都没有哈。我让他下来，时间到了，让他下来。好 ，OK， 好。